主祭原来迄个主人把咱叫做菩提祖先，咱叫做菩提祖先。但是这来去用功夫无落了后，你菩提祖先我未见面。啊，所以咱的概率改就是叫做防微之防。所以你这个内底当中，你定就是讲你的改第一个关卡，你家己控制好势。第二个咧，你按做会了，你会了。所以佛陀临近往生的地方就跟你讲，娑婆地往生的一句话，要安怎让我这个心的安定，要哪项让我这个心的安静，能够云何应住，云何消我之心，有无？所以娑婆地往生的问题啊，讲两千五百大人的今仔日，咱完全依然就是在问这两个问题，这叫做大圣佛法，也叫做心法。不过呢，过去我对内心世界，家己一直咧提功夫，拢对外口咧攀缘，拢咧计较比较，拢讲东家长西家短，啊，步步一路对人，对当中好在走开，连开始这个概率嘛，那我觉得呐，主体概率的能力差，哎，论就是一个危机，你无改就无论，你无改无危机，这架火车能够按照着火车的航路去行。安尼叫做哪？叫做搭便。较早人话搭便，就是讲火车搭便，就是讲叫做搭，叫做搭便。那么靠本的人，应该我不是讲会陌生，陌生啦。啊，搭便就是因为火车塞袂行，啊，叫做搭便，啊，叫做搭，安尼对啦。啊，所以咱今日就是因为咱无按照这个规矩去行，那那搭便。啊，咱今日受到受到这么痛苦，本来都是做欢喜的问题。幸福问题，是要让你母家是是非非，让你母家乌烟瘴气，让你母家你家己怎受会落去？受会落去是别人问题，你的问题。其实刚刚讲的分别，都是你家己问题嘛，遐和别人连个一点关系嘛无。别人是让你什么因缘呢？唔知我缘起无好坏，啊好坏在人心，缘起都无关系，因缘。阿母的姻缘是拄着这姻缘去那阿母，阿母阿母留姻缘去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嘛无关系，敢是安尼？啊，阿母登记了靠着你跟我都有关系安尼，这个缘起啊！啊，缘起咱得用缘咧创啦。我是你的阿母，啊，你是我的母，啊，你今日爱听我阿母的话，阿母若不甘愿，我先来听你的，男女平等，我就听你的。啊，就是你有哪管，就是阿母，你是我的，敢是安尼？有一个我的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那不得。你今我今来，你第三分台，当然肉菩萨有五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寿者相，是有菩萨。有我的，有你的呢？这两个对立起来，就是有第三部位出来呢，叫做众生相。众生就是众念众生相，像这样，你不能管，你不听我的使，你爱叫我一时去行，咁是呢？啊，一方面人听你的，就见性啊，受得相变执着啊，执着了，执着我的啊，啊，那安尼这个家庭就快乐未？所以佛教上，你不能讲第二三个，四法平等无有抛相，四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哪里来的？当中是讲平等，你佛教上是讲叫做正见，迄、那个正来讲叫做平等的意思。咱今日我从达到男女平等、女男平等，你唔是我的，我唔是你的，大家互相尊重。那安尼，我这个法叫做互相尊重、尊重，不断的跟你讲。但是咱学习平等行在做咩？唔是遐简单呢，较含含的平等呢，较特别管呢。有阵时啊，自己管阿蛮呢，阿有阵时一点阿蛮，阿点都是未爽快，阿未爽快，你牢骚。当时咧，大家就是拢爱误解物件，所以咧，家己迄个概率的能力差，未当按照着正常的规矩去行，啊，未当按照规矩，未当按照正常规矩行，叫做哪？叫做外道，叫做偏嘛，那叫做外道。啊，你甲偏见当作正见，你会照我意思，但你唔当你偏爽哦，人家爱在照你意思，安尼问题无？当然嘛，一定不会。所以安尼叫做啦，一盲引众盲，阿人呢相接入火坑。啊，你在签名，我在还没签名，阿弥陀签名，啊，我无听你话都未使，要听你话都未使，阿
边呐、啊。所以这种耐心造成越压越火，愈压愈火急，现在愈压愈火急。较早阮遐一个战士啊，三金水先来讲一句话啦，伊讲安怎呢？囡仔请师公来去做师公啦，啊囡仔哪做哪死就对了。意思这师公要囡仔活的对不对？但是师公哪做囡仔哪死就对了，意思讲无效就对了。啊，这个意思愈压愈火急，是安尼，我今日去愈烧愈严重，会愈吃力。这个意思就安尼啦。问题是。处理西公吗？西公的是一个言啦。问题处理这法吗？法是一个言啦。问题处理这法要吃袂落去，法药你吃袂落去，所以你才愈来愈严重。药啊吃会落去，药搞病毒，是安尼药啊吃的，得药搞病毒，伊你吃袂落去，所以你无法度去改变。所以我执就是叫习病，那第三习病。所以修都是修这个色，一切物件都是讲这个色。所以呢，色强叫做主观意识的操盘力强。一个人的操盘力有作用，就是代表你的色作用。迄面讲的物件，你拢爱听我的，你爱听我意思去啊。你袂使讲话是，我讲话你爱听我的，我听我的袂使。家庭的安塞呐，安尼做操盘，你太太是足辛苦的呢。太太为着家庭要活，好，我听你的。听到尾，阮来起无明白啥，后去王家，后去王家遐发生离婚去啊！我是忍耐，忍耐，不是讲我无脾气呢，我是忍耐的，感谢呢，那就很感谢呢。你要打我打头啊！我不要。这事实就是阿弟啊，修的啊，天堂也是天堂，分得哪都无十秒，就一届一点，两届一点，到尾啊，一日天堂万出无明呢，啊，你念三杯，啊，都要乞求一点啊！有没有人来回应？了解，所以你那个主观的操盘力量，人人拢爱教练意识。你是做盘看的物件，前公司小强，今日做点嘛小强，这里是，都看意识。所以你主观要转为客观，咱袂使用我的主观力去操盘，咱要用客观的能力做的。客观的物件，我主观的能力来做，大家做参考，以大家意见为意见。所以是。转为色强力弱，就是讲，你的色强这个境界内底当中，要当转一层智慧的境界，要转一层智慧境界，这概念无好概念。较早泰国吼，以前泰国过来你听无？哦，有。啊，泰国过来，较早我做囡仔时阵吼，他们李经理较早带你的时阵，老爹时阵拢来谈。啊，那你迄个大孙边吼，拢有生了山过来个。山瓜你知无？识袂了嘛？啊，山瓜了冻冻的，哪里啊冻的，沙里在咧薄薄啊，潮潮叫啊。嗯。哦，迄阵香哦，迄个泰国瓜啦吼，泰国瓜啦来无？我做些十瓜。啊，泰国瓜啦，它改变迄什么瓜啦？什么瓜啦？容易点改良，一点改良有无？哦，改良到即马即个瓜才大粒。嗯。改良有成功无？有。虽然台湾的改良量吼，世界排第一。但是咱们改良遐物件，咱无改良咱的心理呢？咱的心人拢无改良，拢改良迄物件啦。咁是安尼，所以改良遐是趁钱啦。改良心你是做佛啦，啊做菩萨啦。咁是，所以咱改良趁钱也爱，但是心你改良我做佛做菩萨嘛爱。咁是，所以爱专心心地吼，越来越错，啊愈来愈严重，愈学愈严重。迄个阻力就是顿，啊迄、那个。那个劣就是叫做劣差，正歹的意思，啊，不由此修到心到尾啊，愈变修心，我愈修愈修到愈出出出个问题，必须要做高尚，必须要做人格，必须要做气质，但是愈来呢，啊，所以就讲，哦，所以呢就成功，所以问题出在这个所在，就咱看后面写两句话，这人所讲的，若因转世不留情，欢欣应处那徛地。三心专注地，心所作地，命观七地，并说平等性地，甲台湾境地。啊，因为这两色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就对阴阳转啊，高尚转。阴阳转就是六色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为那色下来六色。啊，六色，那就是叫做哪？
叫做意识，第七识叫做哪？叫做烦恼识，对不对？这两识在操盘，叫做因中转。因就是最开始，这个走因，这个走因是爱转落去，哦，爱改变就对了。转处不留情，你本身你个人的思想的色彩性，你一定爱用功力，要用智慧，爱用真理来做的，爱转世。啊！伊头前一个叫做心所作定，迄、那个心所作定就是讲协助第六识、第七识去成功，协助第六识甲第七识去成功，应该讲叫做眼力必先心这五识。因为这五识心所作定愈当然强，因为这功用就协助心方面，这协助心方面无功用，协助伊看到、听到。眼力必先心，这五识是外好，伊里面那协助你看到，你发第七识，对什么意识去转妙观察点，这个妙观察点叫做菩萨点，这个平等平等性点，这叫做佛点，叫做菩萨点，妙观察点叫做菩萨界，安尼啦，哦，妙观察是叫菩萨界，但是问题出在这个所在，咱今仔日用伊佛无法眼。八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甲佛眼，这五眼。啊，这因为迄个地妙观察力，就是叫做菩萨。啊，这菩萨就会当观察到一切所有世界观察得到。那慧眼、阿罗汉伊也观察得到，所以伊会转到迄个菩萨眼。所以咱那叫做妙观察力，见慧光，平等性地安那心无变。咱如果心无平等，咱啊产生足侪问题，是是非非，因为我听着我心就袂平衡啊。啊，袂平衡，因你个下段重心个内底，所以咱第六识叫做潜意识，第七识叫做潜意识。潜意识，人人一句话，阿妈我人，我去甲你讲迄句话，你会记袂？对，我无意识呢，我没有意识。我无这个意识观念，我袂变，我没有看到。啊，有一句话你听着，你心足痛，你安那苦？这句话听着心够痛，我听着心足艰苦。你今入面第七识，你第七识内底较久，伊嘛接条嘞，叫做执着心。这边内底，哎，这边内底未放嘞，你叫生意识，较久伊嘛接条嘞。哦，啊，第六识伊。重要的当中转入第七识，主要的当中，因为无在意，我不在意，我无在意这些东西。但是这两识总是因中转的，所以呢，若能转处这两个转处，不留情转的成功，欢欣应处那天的，凡是你对这个环境，化解流行，你对这个时阵，你都会受到一切的影响，因为你第六识甲第七识的转成功。第一识叫做大圆镜，大圆镜就是讲啥物件，讲叫做装饰，如飞机的乌盒，所有物件就是下这乌盒，所以呢，因果万物因果识，安就对了吼、哦。所以这当中呢，啊，意识不是用高压的，是用转世层次的功夫。所以有一句讲，心念转而弯，啊，生命就不欠款。哦，较早迄个啊，迄、那个啊，叫。在采访篇里面说嘛，常见讲这句，但是心念转个弯要怎么去转弯点？转弯点这个转世时跟这个转弯，你今日去咧行行去弄着边，你若硬要甲标过，是你倒来边倒，你倒来边倒，因为你不懂得转弯，所以你若转个弯，表面倒啊，里面倒，按你说好个，看是，唔过咱都无智慧去转弯，硬要甲弄不过。那我就假烂了，所以呢，你叫做无智慧，不知何时能翻得过来改变环境。我今天去踏入夜夜昨夜，我唔知何时变他翻腾过来，家己对家己从无信心嘅。迄、那个翻腾是种个大环境，也是一种个大改变。是不是以物试德，还想到生来死去是他见到这个翻腾，说可赞。这个翻腾话才开始，叫做你大改变，你真正用你家己
摕家己的心意到处变。我一摆去泰国嘛，啊泰国得亲啦吼，我讲，你要真的要大改变，哦，不改变不行。你看，不亲人我要改大变。泰国的女人呐吼，她不知道用死了，用钱的话要改大改变，我改大变不变啊？他也是，这不是笑笑话，但是伊的意思是应该会这么讲，往后讲安尼对了吼。所以大改变，迄、那个大改变换一个叫做跳出窟里面，这是一个部分性。那讲愉悦轮回，人是一个凡夫，你跳过要必性命，必永不穿越。所以呢，适得适得什么？真理实相，是你的实相里面。你不使了解真理实相，反求诸己无力量。这个反求就叫做反相，第一就是自我的察觉力。咱有反省，咱有察觉自己，咱有发觉的，咱觉察咱自己。第二呐，就是你真正的讲，知己知彼，三五百战百胜。刚才呢，最大敌人就是自己，刚才。最大失败就是自己，是不是？但是咱今日不是无法当学我咱家己的，因为咱家己自己的人咱袂当学，咱要去学个外口迄个的。其实迄个外口的学的确迄个缘起，会随着因缘善缘，迄含了无关系。但是上个重要就是你家己内心世界这个特性，你学会好势。我来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喻，台风要来。台风了，对卢素哥遐个人，即届了十七、十八级无，有大无？你敢会当甲看台风？台风来走你面前，往走底下来，有可能有无？你会当安怎做？我条电话厝调落好势，我的水果要熬疏通，我啥物代志较做好势？咁是安尼，因为台风来是因缘而来，气候形成而来，你没有办法改变。但当你你有家己查好了后，这个风台飞过了后，你的厝安然无恙，拢总无去让风台损失掉。但是隔壁的物件却毁了了，先隔壁毁了了，伊都无注意，伊都无去跟家己的风台台风之前，伊无家己调好势，敢是？哦，啊，今日等到风台过，风毁了了，我讲意思你听啦吼。风台是一个圆心，因我都改变。但是你内心世界，你历史接受了后，你拄到一件代志了后，你内心世界有没有查好？你内心世界无查好，叫支离破碎，痛不欢分。你内心世界有查好，你是什么？海阔天空，快乐无比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问题是不是一个风台问题？问题不是风台问题，问题是你有没有把你这房子做好？问题是不是你遇到代志的问题？问题是你内心世界，你有家己去控制好势？你有发觉？你有去觉察你自己？你家己无觉察自己，后边大家爆笑，对方好不好？所以对自己的觉察力没有力量，就没有智慧，都无智慧。无能量，修完都方向偏差，无有正向的目标，见惯的办是非，见惯的办对立，见惯的办利我，见惯的办等等，办到尾啊，我是信任别人拢得起，敢是安尼？所有的物件我拢看袂起，我拢看袂开。啊，若安尼当中，你在办什么道？你是在办魔道，而不是在办天道，你要搞清楚。所以半天道是你动了这心不讲，你就半天道的半魔道；你这个心不讲，你就半魔道，不是半天道。哦，你要很清楚，不是这个道人的出问题，就是你个人心的出问题。天命你对，你的心不天命不？你的心没有天命，你到哪里去都没有天命；你的心有天命，你到哪里去都是有天命。道理就是安尼物件嘛，吼、哦，修完道，发发尊师重道，听师重客，尊师重道，尊师不修道不尊师，就是不尊天命，
咱常咧讲，咱咧点问数是头地天命啊，心兼宿命，敢是？但是咱对咱咧点问数无准，咱对咱钱无准，安尼来讲起啦吼，安尼你有准天命无？啊，你办道内底当中，你不重道，你是咧办人道，你办到，你办道，你无重道，你把道当作是菜吃啊？哪安尼敢是咧办天道？互你办到尾无准过，再办人道。尊师调遣，好、哦，调调遣，这足重要，这句话是足重要。出必告皇帝面，这是迄个地府的讲。哦，咱十五节叫做出告皇帝，咱一个人才要办到，咱要出去到底办到，一定要把人点么说过，咱倒啊，一定要把人点么说过，敢是安尼，一定安尼。就像咱点么说，要出门要甲恁见面好，倒来嘛是爱甲恁见面汇报。咱较早三国演义啦吼，迄、那个诸葛孔明有无？诸葛孔明，伊每一届若要出兵，一定爱哪啦？一定爱有一个哪？有一个听从迄个出师上出师有名，出师状，互咱个皇帝伊啊。皇帝看哦，皇帝看你会当出兵，你会当出兵哦。皇帝若要出兵，你袂当出兵哦。你出兵，但是你见到了后，你爱做甲皇帝报告哦。哦，这是叫做出国。皇帝叫做哪？皇令，皇帝令啊。但是咱今仔办的叫做哪？天命。但是天命是胜过皇令哦。但是我今日足辛苦，出去三个月、两个月，恁都无甲咱点个书办讲报告，我家己爱要做，安怎无？你去无三个月、两个月，拢个无人道，拢个无人事个工课，啊！你无啥好记得？哦，啊，变较足辛苦，但是你一个休息做无好势，啊，拢个无啥个时阵啊，人事个问题，啊，若安尼搞意思，为什咱袂使对一件工课咱无重视？这是因为过去老祖宗过去甲恁交代，咱人才要出版的，一定要向你的点师出版嘛。你的领导点师出版，好，我们这些点师要出门，一定要向前人出版嘛。前人甲恁交代，前人啊，该袂使出，甲你唔出，你出去袂使你唔出，你出去就是办人事，这点特别不像人生的交代。所以我们讲修办道，缺乏尊师重道，听师调遣，非常重要。办道要有尽心尽力，办道是好点的舒适，不是出去躲卡，不是出去躲跑。我相信讲每一个点的师，每一个人才出去办道，非常足辛苦。好、哦，嘛不用教书啊。咱只凭良心讲，第一道分也办好好，第二道心全无人，咱家己会很什么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嗯、真的很辛苦，很委屈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现在在这当中，咱好学三年，去到泰国的时分，一直是民国35年前，35年，咱好学今年民国35年，34年前，你还没给你建议。只是咱活到太过简单。我从几岁？我从做34岁。咱活33岁，你阿变34岁就出。阮太太怀孕，阮引出几岁？就是我去泰国几年，我伫泰国我生引出。哦，有命不敢违，无命不敢自转。这个叫咱找。我找一届两个月，一定要延一个月、3个月。我不转，有话袂晓讲泰国话。有目睭袂晓看泰国语，有耳孔袂晓听泰国话，有两只手袂晓写泰国字，有两只脚行袂出去，写哪我唔知影，叫五不全。但是出去变哪，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迄个痛苦。34岁，咱我咧做手业，做木材。哦，太太，我娶三个囡仔，上细汉我当生出来，办不到要倒，我唔敢倒来呢，唔敢倒来，真正。真正倒来当中来变较高台，啊，每时间啊差不多黄昏5点的时分，咱比如站在后边遐多一条铁架路，铁架路啊，我伫个铁架路，迄铁路是达国宝的铁架路，唔是
好车咧倒，是一工过几房啊？啊，去遐咧行，啊，咱行啊行，抱着一个非常沉重。